我家的客厅里有桌子和椅子，它们是用木头做的。喝水的杯子是用陶瓷做的。厨房里的洗菜篮是用塑料做的。还有勺子、铲子，它们应该是用铁做成的。 我家的客厅里有桌子和椅子，它们是用木头做的。 喝水的杯子是用陶瓷做的。 我家的客厅里有桌子和椅子，它们是用木头做的。喝水的杯子是用陶瓷做的。厨房里的洗菜篮是用塑料做的。 还有勺子、铲子，它们应该是用铁做成的。 还有勺子、铲子，它们应该是用铁做成的。厨房里的洗菜篮是用塑料做的，还有勺子、铲子，它们应该是用铁做成的。 我家的客厅里有桌子和椅子，它们是用木头做的。喝水的杯子是用陶瓷做的。厨房里的洗菜篮是用塑料做的。还有勺子、铲子，它们应该是用铁做成的。我家的客厅里有桌子和椅子，它们是用木头做的。喝水的杯子是用陶瓷做的。 厨房里的洗菜篮是用塑料做的，还有勺子、铲子，它们应该是用铁做成的。